不经见鬼怪的一种，既愿意感同伤悲，成为被老虎杀死后，变成邪灵并创造另一个受害者的鬼魂。他出现在老虎居住的东北亚地区，韩国和中国，在韩国民间传说中，他被称为红沙厉鬼，特别是在台北地区，他更白化成为家庭邪作。常规只是两种鬼魂，被老虎咬死或吃掉的人的灵魂，以及溺水而死的人的灵魂。通过将特征数字一应用到一个人身上，它就变成了一个特定的词，指的是充当某人的联络人或秘密特工，并导致许多人卷入邪恶的人。在城建元宇宙和朝鲜王朝失落中，偶尔会出现具有这种含义的场景。在中国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古老成语，为虎作伥，本意是成为老虎的猫，比喻帮助为坏人做事的人。关于常规最古老的记载是唐代学者纪所哲的，唱述了一个名叫马真的男子，无意中爬上一座山，在马苏和一个名叫玉真的猎人的帮助下驱除老虎和变成丧人的鬼的故事。明代文学家窦武的《听雨祭坛》中说，好鬼是食之人的灵魂，他说你什么也做不了，你就成了老虎的奴隶。关于张继最广为人知的文献是蒲志远的《后知胡知狗则醉，胡知人则喝，胡知人则化为猫咪驱歌》。赋予胡下下老虎，把老虎引到厨房，拿起一个钵让他添饭，狗为人为他饿了他的妻子，会让他昏昏欲睡。老虎吃了俩虎针，又发现山谷里有陷阱，活